今天好像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Tomica 二月的新车啊，亚洲限定编号03的兰博基尼黄色版。记得初回啊，这个原本的初回好像是白色配绿色吧？是吗？应该没有记错，可能要去查一下。那不废话，拆内容给大家看。现在感觉 Tomica 汽车兰博基尼好像这个系列真的很多色，色已经多到一种让我觉得。因为那种颜色的兰博基尼我没有看过，反正基本上是这样子，上面看这样子，侧面这样子，前面车头这样子，两个车灯的部分是用涂装的，并不是用另外零件呈现啊。正面、侧面、后面车灯、车尾灯上，我本来以为这下面这个车灯是用另外零件，但看起来也是用涂装的。那后面这个不错，后面这一个后面引擎室这边，这个上面这是用玻璃的，所以可以看到里面的涂装还蛮好看。然后跟台湾一样，是属于左驾驶在这边上面，然后那个后照镜也有做出来，其实蛮好看的。后面想到前几天有一个新闻，好像台湾有人开兰博基尼不小心飘起来撞到墙壁，整台车全毁，那个也真的是心里应该真的很非常多的草泥马吧。车子有悬吊系统，来这样子啊，有兴趣的朋友考虑购买。黄色其实兰博基尼黄色也蛮好看的，这是亚洲限定的 AOA03 啊，编号 AA003。